不要靠近废弃配电间，不听话会死哦。哦，有人死了。一定是谋杀，他桌上有那个刀和猫，这一对渣男女谋财害命，他就应该死。其实我知道他今天要来杀我。哎，什么声音？你知道你们家还有一个女生吗？当时我也吓了一跳，不知道是谁。这里居然是个通道啊！这里面有东西的，这里面有东西。你看这个符号，恐吓我们那个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？出去！好保洁啊，好保洁，铁证如山了。你利用我？当然了，我想弄死他。啊！哇！你们在哭？外面那个门已经被锁住了。啊！我们已经冲出去了。他门锁了呀！哎，上！哎，上！追他！哎，